的第三支舞蹈，德兴选择以伦巴舞应战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要借由舞蹈圆一个心中积藏已久的遗憾。我选这支伦巴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这支舞献给我的曾祖母，那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所以我要用这支伦巴纪念我的曾祖母。然而从参赛至今，德兴一直无法掌握肌肉用力的方式，这使得他的舞蹈看起来略显僵硬。因此阿图老师试着从调整呼吸开始改善德兴的姿态。他比较悬，有一点像气功，对，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之后去训练他的呼吸，训练他从呼吸里面去找到用力的方法，譬如说手伸长啊，譬如说脚伸长啊，譬如说把你的脊椎拉长了，而不是只是一直用力绷紧的感觉。虽然是这样讲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好抽象。有啦，有慢慢掌握一点诀窍，但是还是需要靠老师看到底有或没有，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那么精微的差异。距离比赛的时间越近，德兴的心中就更焦急。这次他能不能突破重围，获得评审青睐呢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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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谢谢德兴还有吴俊奇老师带来的圆扇。